由即日起到6月20日，香港居民可以用超值价港币218蚊同埋港币114蚊购买成人同埋小童门票喺平日入场。除票附送园内嘅电子现金券，总值分别系港币40蚊同埋港币20蚊，可以用喺园内嘅指定餐厅、小食亭同埋零售店消费购物。另外，海洋公园亦都特别推出学生专享套票优惠，本地全日制学生可以享有两款专属套票。星期一至四入场用嘅学生专享套票售价系港币820蚊，而可以喺任何日子入场嘅套票售价就系港币1152蚊。套票包括4张特价成人门票，附送合共8张园内电子现金券，总值最高达到港币400蚊。而4位入场港人入面，只系需要其中一人系本地全日制学生，就可以享用呢两款学生专属套票。优惠门票由即日起去到6月20日下午5点，喺海洋公园票务处同网站发售。